mm -hmm. 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释迦请翻开序文第十页，左边第一页。今天。 我们要从另外一个阶段开始。前面这个序文呢、啊，到第十页是一个段落。从现在开始重新计算第一页，正式讲经啊，总共一千多页。 诸位看第一页，大佛顶如来密音修正了义，诸菩萨万恨手楞严经讲义。 为什么要这样一段一段的念呢？就是要分段，几个字几个字，这样来解释。因为这个经题是佛讲的五种经题综合起来的，所以要一段一段分段来解释。 福州鼓山涌泉禅寺元因宏悟住，受法弟子明阳日新敬教，啊，这、就是传法给我的上人明阳长老校对的。 今解此经，谨遵贤守十门解释。贤首是贤首国师，是华严宗的祖师，所以华严宗有十门。 依据十门，就是从十个角度去看这一部《楞严经》，去剖析《楞严经》。刚开始解释这个经体，最后才别解文艺。考诸贤宗诸书，考就是考据。 好句诸贤宗，也就是华严宗，一切的著书著书就是注解《华严经》的。而石门次序名目亦不尽相同，这石门呢，有时候呃前后不太一定，或者是。 具足十门，或者是略取数门，就是取少数了。接先术一经大意，都是先把这一部经的大意，把它先概略的谈一下。 那以总释名题、别解文艺，两门列于最后。现在要把它变更过来，把这个总释名题呀、啊、排在第一，别解文艺呢排在最后。所以今则列为变更。 题总是名题为第一，就是题就是拿把这个总是名题啊，拿来排在第一个顺位。为什么呢？先是经题，把这个经题就是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义。 诸菩萨万恨手能严经，把这个经题呢先解释，具述纲要啊，接下去来阐述这个纲要，最后才解这个经文，所以说后解经文，这个念毕或者是念悲。 两个音都可以。必阅书者，或者是背阅书者。背叫做注意，帮助的助，利益的益，能够帮助利益。阅就是阅读，书就是注解。令。 一切阅读者有所帮助，也就是帮助利益那些阅读注解书抄的人等等。一开卷，第一天听经，便知其中意理，就知道说这大佛顶如来密音修正了义，诸菩萨万恨手能言经。 它的意义是什么？让大家引起兴趣，要不然讲了老半天，经题都弄不清楚啊！所以要把经题先诠释一下。文经亦复读是，听经也是这样子，第一日即可听讲经题。 除此，故一时之权变而这个当然只是一时的善巧方便，做这样的变化。以后科目后面的科目呢，以天干地支标志啊，科目就是段落的归类。 叫做科目，这一段在讲什么？属于什么科？是不是啊？所以以后的科目以天干地支标志。天干就是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、庚、辛、壬、癸，合称为天干。啊，什么是地支呢？就是子、丑、寅、卯。 辰巳午未申戌，呃，申酉戌亥等等十二支。这个我们中国人呢、啊，大家都知道的啊，子丑寅卯、甲乙丙丁，这个大家都知道。所以以天干地支标志来分这个科目，另一记忆啊。 让大家容易记得起来，而变寻好，更方便来探讨，也就是提纲挈领，即分为十啊，就分十分为十了，加啊，出。 总是明题，这第一段石门是哪石？石门的第一门叫做、就是、总是明题，解释大佛顶这部经楞严经的经题，就是这个是初刚开始的第一门，第二门。 起教因缘，就是佛为什么要讲这部《楞严经》的因缘？三叫做藏圣色俗，这里藏这个三是指第三呢、啊？啊，第三段第三门是讲什么？叫做藏圣色俗。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《楞严经》是属于经律论的三藏里面的哪一藏？在这里没有论到密教部，所以如果仅仅以经律论来讨论，它是属于经藏啊。那么如果再加上密部来讨论，它是属于密教部啊。 所以三藏经历论有分几个部门啊？如果加上经部、律部、论部、经书部、律书部、论书部、密教部、杂账部来讨论啊，那么它就是属于密教部。现在啊，只论经历论三藏，那么它是属于经。 这个肾就是大肾跟小肾，所以它到底是三藏经律论色属于哪一部藏呢？是属于经藏，是大圣或小圣呢？这是大圣。哎，所以藏顿点色啊是属于经藏，圣是指色大圣。哎。 它是涉属于大圣，也就是楞严经是大圣的法门呢、啊，大圣经典的意思。第四义理的浅深，义理的浅深跟叛教有关系。所谓叛教，天台判藏通别言，四教，华严判这个小始中顿言，小教始教中教顿教,顿教原教。 所以，这个第四义理的浅深是很深的。楞严经是属于三个多含摄在后，含摄在内的是宗教、顿教、原教，通通有谈到。意思是楞严经深吗？很深。哎，它的义理浅还是深呢？是属于非常甚深的一部经典。 啊，因为它摄中钝、圆三教，通通包含在内。第五，能前教题啊，能前教题，我们娑婆世界的是用什么为教题呢？就是用音声啊，佛陀用音声来作为教题，就是说法的意思啦。能前的教题是什么？就是音声为教题呀、啊。 第六就是所披记，所披记就是讲这一部楞严经能够利哪一些众生呢？就是所披记，就是当机者。哎，当机者，诸位翻开表解第七页，第七页啊，所。